看一下，我们看大妈作业，高空作业很危险的。哎，挣钱都不容易啊。表台的话是一个五连表的大表台，中间是一块机械式的转速表，发动机的转速表，旁边是两块液晶屏，连起来一共是五连表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中间的转速表下方还可以显示当前的档位。档位，帕、啊、美的话一共是八个档位。对，八个档位啊，然后两侧是我们的自定义啊，一些各种信息，包括地图在内，全部可以调出来啊，投到这个前面的仪表台上面啊。对。方向盘的下方是全系标配的换挡拨片、啊、全系标配啊，全系标配，对啊，不论什么配置，只要是保时捷全部都有，只要是保时捷都会有换挡拨片这个片子啊，除了一个车型 Taycan 没有， Taycan 没有啊， Taycan 没有， Taycan 用不上，因为那个玩意儿它就哎它用不上，你知道吗，电动车啊。这个车什么颜色啊？这个车是一个火山灰啊，火山灰的颜色，火山灰啊，对，外观的颜色是火山灰，内饰的颜色是霍尔多红。嗯，对，这个火山灰是很多年轻的朋友很喜欢的一个颜色，确实是很运动，很低调啊。十帕九红，就是十辆帕美，九辆选红内。对，不出意外的。不出意外，全部都是红内。反正展厅的现车都是红色的内饰。这车什么行情？这个车起配价是91.3W。97.3W， 那展厅的现车我们都是已经选配好了的，选完之后它的价格是在129，嗯，落地的话是需要加一个购置税和保险的，加完之后大概在150以内可以落地啊，最低首付20%，最低首付不到40，不到40。感谢兄弟们的关注啊，感谢兄弟们关注，只此两辆，两辆，只此两辆，已经卖了一辆，不是有三辆吗？门口停了一辆，展厅里停了一辆，一共是。